要开始了，还不赶快回来！想不到吧，木槿来了！大家好，我是阿凡玛利亚的。我刚才说，哎，他工作有点 delay， 所以大家不要太伤心。因为他刚在开，他刚在捷运那边。对，他在开车。开车。他刚在开车，他很辛苦哎，帽子还没脱，人就来了。喂，不是啦，真的不是啦，不是啦。阿布今天戴着帽子，是因为我们这一趴呢，要先玩一个有趣的游戏。没错，对，看到这帽子就知道我们要玩一个跟电车有关系的游戏。哎，这个。电车，我觉得先问一下阿布，在日本有搭过电车吗？当然，因为日本的话，计程车会超级贵，真的是蛮贵的，所以不能随便搭，所以一定要搭电车。然后特别会搭的是山手线。山手线。山手线。对，因为如果错过的话，对，像我的家是仙台川，然后从东京回去的话，快30000块日币，就是10000块台币。你说计程车？对。可是车程多长？车程大概一个线吧，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对，如果电车的话，也是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800多块。800多日币。日币。哦，那差太多了。对，差超多，所以一定要搭电车。真的哎，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好像很近，搭个计程车吧，然后10000日元。No. 可是我去北海道，我都搭计程车哎。贵妇ですか？对。啊、因为我唯一的友達就是 Canadis、欸、我也要你也要这个还是这个当你的朋友要对啊我那个时候印象好深刻哦没有电车搭然后喝酒到早上然后呢第一班电车的时候、大家都还会穿着前一天上班的衣服去搭电车因为都喝酒在路边睡觉到第二天早上所以比如说星期六的早上大家都还是穿上班的衣服，然后坐车回家，超夸张的。山手线那个山手线是无限列车，不是无限列车，是怪列车。无限列车太奇怪了，只有停到伤心的地方。李生，喜妹，好了。一直循环，不会停，所以可能是睡过头。然后还在再做一圈这样子，对，哦，绕很多圈哦，所以三手线是一直开，一直开，它是环状的啦，对，哦，很有趣，对，很有趣。这把那个日本的那个电车的那个图摊开来，真的是，你说那个是人体的静脉血管，我也觉得人类图，对啊，我以为是血管，就超多的，什么站都，我好像没有在日本搭过电车，哎，真的假的？怎么那么贵？哎，ですね。因为这他们带去只有看电视，すごい。他去日本只去待在旅馆，我只去过两次日本，然后我第一次。哎，我有没有搭秋叶原？我没有去秋叶原。北海道是因为你在北海道，我在北海道开车。对，我也去北海道。对，北海道我开车啊，对啦。哎，可是我去过大阪，京都，一定有。对，就是那个啊，那库里库，库里库那边啊，对。可是哎，我不是搭，我是搭电车吗？你太久了，一定是啦，一定是，就只有电车嘛，对不对？有电车、火车啦，火车也有，但是它其实都哦，很多都会转来转去这样，应该有。那我应该有搭过，但很多观光客会讲很复杂，真的是看不懂。对，可是我去了比较多次，其实我觉得也没那么复杂啦，就真的吗？因为你会去的地方就那几个，没有啦。可是去哪边我都觉得。我看一看就大概知道，算还好。但是路很复杂是真的，而且线很多嘛。因为他们有些很新，有些很旧，然后有时候就会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对，然后就跟地层一样。完全没有那个电梯，有时候，然后要爬3层楼，然后带行李箱，
痛苦的事。痛苦。那、啊、在台湾，哎、欸，在台湾有搭过吗？捷运？当然有啊。刚才开，他刚才下班、啊。捷运，对啊，我刚刚开捷运的时候。他刚在文湖那边呢、啊，太远了吧？文湖线那边。对。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就是这就是很大的差别是不能吃东西、哦、这个部分。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像我的话，之前因为 AKB， 然后要去上班的路上，因为有一个小时，所以可能是在家就是起来就准备就是吃饭，然后在电车上吃饭这样。哦。可是，在台湾的话不行。不行。对，连喝水都会紧张。都不行，连喝水有没有人看？不行，喝水也不行，喝水也不行。哦哦，检举检举。喝水也不行哦，不要看，剪掉，是直播，真的，喝水也不行、啊，不要，可以的酒，喝水不行，可以吧？不能喝水吧？不行，快不舒服的人，不舒服的时候，你有不舒服吗？有，口渴不是不舒服、哦，有，没有，你要装的真的很不舒服，对，这样旁边的人就不会觉得你很可怜了、啊。小姐。还好吗？还好吗？要喝一口水吗？好，谢谢。好，检举。我原来是捷运的人。还是你要喝水，然后就一直这样子。然后他说：“哎，可是捷运不能喝水啊，没关系，你赶快喝一点啊，一喝哦，因为这包饼干真的太干了，继续吃。”太过分了，太扯了，开玩笑，不能吃。好，这个总之，我觉得台湾的火车、你有坐吗？台湾有电车的火车、那个比较接近，我觉得日本的电车 JR 是吗 ？JR 对，比较像，然后上面就会吃饭，像我以前读上学就是坐那样的车，也是在车上吃东西。是捷運就不行，台北捷运站到别的线吗？对。台北火车站，火车站，台北火车站的火车，然后还有高铁嘛，就是三种系，对，高铁，对，高铁然后火车，对，然后跟捷运就不一样，对，只有捷运不能吃东西，其实，对，哦，真的，只有捷运，这个火车跟高铁都是可以吃东西的，哎，对，高铁可以，对，是，捷运好严格，对啊。我们今天呢要玩的游戏就是一个不那么严格的电车哦，对，我们也可以一边玩一边吃东西，一边吃东西。好，我们这个是在日本算很红，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很多人喜欢，非常多。对，它就是电车得go，什么是电车得go？电车得go，然后什么哈西罗亚马诺特。山，对，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还有这个原厂的授权的控制器，这个控制器很可爱。我跟你讲，对，这个游戏是做什么呢？哎呀，这个要拆封吧，我来啦。哎呦，哇，拉那么快，有屏幕前面有一些心脏病，有些人不喜欢拆，对不对？我就是要把它拆掉，就是这样子。对啊，那这种游戏它其实说穿了就是假装你在。开电车，然后你就是要，其实就是只有这样，就是这样。怎么开的？是个很多暗的地方。那他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说体验当这个电车的司机。我记得还有大型机台，有，日本有大型机台，就是电动厂的 RK 的那种，对，就转里面这样开，这样都有。那先要。这边还说阿布以为这个是，你以为是原本是以为另外一个小游戏，对不对？对，就是在日本的时候，我们会玩一个游戏叫做 Yamanodesen Game。怎么玩？对，那个是一个 rhythm， 就是噔噔。啊，所以是小朋友在玩的东西呢。Yamanodesen Game， 一个走哦，然后 Yamanodesen 的每一个站都这样一直讲。然后如果讲不出来的人就是他输了，这样。所以要玩这个游戏，大家都背得起来。对。啊，你们从小就要那个 rhythm 是怎样？正正哈拉吉古，正正西部亚。阿基阿拉，阿基巴拉，阿基巴拉。我怎么知道？Tokyo 幺幺五 N 哦。哦，不用顺着讲，不用顺着讲。木栅。木栅玩文湖线，文湖湖的线的，人家是亚麻诺特线，我是文湖文诺湖线，大安，中孝复兴，科技大楼，科技大楼，哇塞，你桃园。
你错了啦，没有桃园，桃园，桃园，桃，刚刚的新竹苗栗什么的。你不要这么强好不好？还没背，猪血糕。做豆腐，真的什么系列？什么系列？反应很快，看哪夜市吗？夜市，夜市，好强哦，好厉害啊！婷婷，可不可以再多一点，多像一些外国人？不要抢我们的工作了，好不好？太厉害了，太接地气了，好不好？好了，那个今天要玩的游戏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其实很多人是铁道迷专家，对，懂很多知识，但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外行人，所以如果讲错或做错的话，希望不要太严格，希望你们就是可以也可以看别的东西，下一趴再回来看我们，下一趴一定要回来，对，下一趴再回来看，好吧，我们先进游戏的画面好了，然后我们边玩边聊，好不好？すごい、この、好，这个哦。おでん、おうちでこうモード、おうちおうちでこう、おうちでこう在家里玩。啊，我都看不懂平假名。哎，对，我也是。我只看得懂片假名。你这个很奇怪。你才奇怪嘞！你我也是只看得懂片假名。小笼包。错了是吗？可恶！你刚吵手，你刚吵手，哎，厉害哦，厉害哦，吵手你都讲出来，什么林黛红 game 的，林黛红 game 的，好难哦，太扯了啦，好吧，我们选一个，哎，我们是，我忘记想选哪，这个 free 走心这个吗 ？free 走心，我看得懂片假名，我看得懂片假名跟汉字 zero pita 哇，啊。是什么嘞？山手線 E25，是这个差不一样。对啊，哦，选这个车子不一样。哎，左边的我没有搭过，哎，是新的吗？左边的是那个空气滤清机吧？怎么长得那么奇怪？他的车头。真的，右边那些我有搭过很多次的。左边是加长型的那个 Xbox。哎，可是很酷是ですか？可是很酷哎，我觉得左边的。行走设定就通常走行，看得懂。Ikebukuro。哎，我唯一记得的，就是 Ikebukuro。为什么？我以后都会记得，我以后都会记得白木这个站。白木对，木白啦。木白对，目白です。目白，あと目黒もありますよ。对，还有木白跟目黑。目白，目黒。其实我好像很多都去过。Daisaki， 我们可以选出发，然后跟结束。你破例。我们通常哦，还有鹰歌哦，不是啦，鹰谷啦，好鹰谷。我们通常什么？我们通常是品川那个平川，或者是上野开始。上野，对对上野对对开始讲。上野什么 Ueno？ 哦，你说这个 Yamanote Senken 通常是从，然后通常就那如果这个游戏全部人都讲完一轮了呢？就是耶，那大家很棒啊！哦，排骨饭。排骨丝，哇！那顶台风 game 也可以了，也可以全部讲完了。想饶河 game， 饶河街 game， 饶河街。泰式手撕鸡，那你也不敢买呢？好啊，我们就从一个好可爱，这是车票的意思吗？好可爱哦，就是买的那种 IC 卡，对。所以真的在日本电车的车票就是长这样子。然后可能这个是特别的，就是可能一个月份的之类的，对，月票，对对月票那种，对对对，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是刷手机还是什么那个，对对对，什么西瓜什么的，西瓜，西瓜啊，西瓜，那不是西瓜吗？对，西瓜，西瓜，什么我们都知道，你都不知道，对啊，然后你反而叫什么炒手，对啊，假日本人，地瓜球。啊！也是，我哥好久没有去了，真的很难。好吧，山手线这边有一点小介绍给大家，它是东京首都圈铁路路网的骨干之一，就是很重要的一条线啦。然后有去东京自由行的朋友，应该都一定有搭过。我还没去过东京呢，哎，真的假的？我只去过两次日本啊，就是北海道跟 Kyoto。Kyoto 就京都跟大阪，好特别哦！我只去过东京，我没有去过东京。哎，好特别！这个上面的站我几乎都去过，哎，真的假的？真的，从来我都没去过。我跟日本很不熟，哎，是不是每个站下来拍张照就上车了？你可能下车连照都没拍。
好，现在等人现在陈哥在上课了。整个游戏的重点就是好好开车。哎，提示一次嘛的，哎，好厉害哦，很酷哦。上车了吗？要按 B 是什么 ？Light。B 是，对，是车灯，车灯。嗯 ，OK， 好的，好，关，按错，按错，按错，按到雨刷，按到雨刷，按到扣分，扣分了。出发。很酷哎，哎，其实真的很喜欢。电车的人其实算是一个蛮疗愈的游戏啊，对啊，玩起来真的很嗨。如果真的很喜欢电车，又很喜欢日本，对啊，现在疫情又不能出国，对不对？哎，等一下，真的跟真的风景一模一样哎，真的啊，好怀念，想哭了，你不要再骗了，你不是日本，不要哭，不要哭，好怀念，你是说好怀念，这里是不是宜兰那边？记错了 ，No No No No， 上野ですよね。啊。哎哎哎！太快太快！我有！而且比如说对面有车的时候，就要把可能要打招呼。对，要可能要还要把灯关掉。你要不然乘对面的乘客会晕。你要 X， 你要 X。X 车速变。哎，那个车速的那个限制。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啦，超多的，很忙哎。然后再把灯打开，然后剩400公尺就要到了，还要慢慢的刹车，不然车上的人会跌倒。哇！啊，太早了，太早了。喂喏，我觉得是吗？对，一定要好好听，而且是很慢慢的。哦，有了，有看到停车点了。完了。哇，好像不够哦。完了完了，我觉得好像不够哦。好像不够，好像不够哦。闹啦！好像不够。好怀念哦，直动航班。那有看到认识的人了吗？太难了吧？应该没。我说啊，山本大上，山本大上，哎，高橋さん。来，我来，真的好难哎，超过14公尺，好难哎。哇，有人上不了车，可怜。还好啦，哎，真的蛮有趣的。天哪！上野，我想想看，去上野是要干嘛？上野是一个上野动物园，然后动物园跟那个阿美优库，哦，那个阿美很，对，阿美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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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跟秋叶原也很近，真的，我也没去过秋叶，我就说我去过，你太意外的是，我都没有去过，你对都，我对都市是不是比较？我对都市我蛮喜欢的，但我是欧洲派的，哦，对我出国都去梅基罗、欧洲。ヨーロッパ？我出国都是。看不出来。没有什么意思。你也想不到。原中鸡汤。原中鸡汤是什么？顶台风更的。潮水莲。哎，潮水莲。潮水莲，潮水莲是哪里的？哪里？顶台风啊，还是顶台风？有。咦，好强哦。你们是反应达人吗？这很忙哎，等一下给你拍一次。哎，没有，只是拍一手，只是拍一下而已，只是拍一下而已，只是觉得啊开心这样。开心。你让他压力很大。对，我一直节目压力很大。我都一直靠喵神神的动作。还可以巴巴。那你会哦。所以也没办法开到超高速嘛，对不对？有哦，你看我现在70，可是它速限只有90啊。那日本电车是速平常的速度差不多是多少？哇哇哇哇，应该差不多就是60-70了，对。哇哇哇！完蛋完蛋完蛋！也会完蛋完蛋，一路开到忠孝敦化了。市政府在停了啦。No， 不用去上野了啦，去永春了啦。No。比刚刚好，比刚刚进步了一半，刚14，现在7。阿布车长，私ですか？そうです。阿布车长，桌子很多东西呢。边开车边开电车边吃薯条，这是大学生的桌子哦。好累，这样手好累了。好，你按，让你按 A。等一下，一开始的时候，要先大家上车的时候，你要先，他推到最前面是刹车，嗯，然后。中间是停嘛，然后你要走的话，你要压，然后往后。
走是什么？就加速加速。No。对，但然后他平常的话，他会推回去中间，所以你要先推车，先他们再上车。你也可以现在开走，他们就会掉下来。你的朋友会受伤，小心一点。亚美妈是有先不要。哎，先把灯打开，嗯，然后他有任何指示的时候，他会叫你按，比如说门关了，还有你按 X， 你就按一下 X 上面的，对。很会玩游戏哦，好，可以开车了。到了吗？高田的爸爸。高田的爸爸。高田的爸爸是什么？高田的爸爸。新。高铁马场。哦，对，他看到他爸爸，怎么他都想到了，你还没想到？因为他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对，翻不过来，すみません。新大久保 ，Korean Town。哦，是吗？是新大久保吗？新大久保吗？新大久保，新大久保，韩国，对。我知道有一只烧肉，对，有一只酒清酒叫大久保甜，好喝。好，新大酒堡，大酒堡人太多了。新大酒堡，我没办法现在理你。真的吗？在装新。真的吗？亚美的。那如果我们在你在开三手线，我们在玩三夜市 game。亚美的。夜市 game， 你要按一下 X， 他跟你说竖线，你要说我知道了这样子。哇，夜市 game 我其实好像也不知道有什么。对，夜市 game 蚵仔煎。哇塞，是你的蚵仔煎讲的比蚵仔煎。蚵仔味噌。蚵仔味噌是蚵仔，蚵仔味噌是蚵仔味噌。作弊啊！作弊啊！才开始。你要死神不要跟我讲。要关灯哦，有事哦。关灯。都过。啊，是。按 A 可以让他知道谁是老大。让他知道谁是先輩。要减速了。要开去中孝东路。可以，很刚好哎。我觉得很刚好。好像停太多了。山田さん，就多慢的可赛，再等一下就到了哈。哎，他在看你，他在看你。哎，他想要不要？要停。要。好难的，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难怪六三三。怎样？难怪连我也停歪。对。可以。可以。差六公尺，还没到，不要再往前，太难了。杨队长，你已经迟到一分钟了，已经有人被删那个，万得191分的算子，太难了，没了，来不及了，我不要开，我是负责玩夜市跟顶戴风 game 的，那真的蛮难的，好难。可是对铁道迷来讲，应该是很疗愈的游戏啦。对，很多小朋友也喜欢。对，小朋友如果喜欢电车的，喜欢发疯哎，真的，在家里可以玩这个，应该圣诞节礼物。对呀，妈妈去外面跟朋友喝咖啡，小孩在家里开两天三手线，哦，直接载了两轮喝醉的人回家，回家多两个醉汉，怎么会有人？我不知道他们在五元楼上车的。对啊，好可爱哦。好，我们这一趴呢，这个就是電車で GO， 就是先试玩到这边啦，我们休息五分钟，等一下呢，我们要三个人一起来体验梦想新大陆了，耶！先进广告，休息五分钟。